我是毛老华，我在宁波，我在宁波的海边，我是欧世海，准备啊给你们拍下这个海边大概是什么情况。走，这里啊是一个沙滩，这是怎么弄的？这是一个建筑材料，这是一些别墅群，这个海水好像不是很那个，不是很汹涌，看上去啊跟河水差不多，溪水好像也是这样的。近距离给你们拍，没有什么挑战。这些啊是一些沙滩里面的石头，怎么没有螃蟹虾米之类的东西？是不是躲起来冬眠了？往前面走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走，这里好像有一些宝贝，给你们拍一下。是一些壳类，各种各样的壳类还是挺多的，非常厉害。可惜啊没有活的，不然可以搞点回去烧烤一下，非常多，10000个简单来说。